倒挂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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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挂油。喂！行了，好吧，郑晓文，你也应该试一试。你怎么敢问我去滑呢？我才不滑呢！哦，那好吧，我们假装我们是邮差。不行！太空人！不行！会计师！不行！啊，我才不想假装我是太空人、会计师或者采花人。你少说。那好吧，我会自己一个人玩，因为我的好朋友现在都忙了。喂，那你有一个朋友啊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朋友，哈哈哈。亲爱的夏洛蒂，是我，这里有一个你的好朋友，哈哈哈，还是一个很好的朋友。你该死的，兰蒂达。哦，他好好。哦，一只小狗，我一直想要一个小狗。嗯，夏洛蒂在哪？那你有一个朋友啊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朋友，哈哈哈。哦，我的天啊。嗯，好吧，我想我们今天学怎么炒蛋。嗯。哦，我是说我们来读杂志。对，杂志。什么？哦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你的胳膊腿都还屈臣，那你的家里人呢？他们胳膊腿都还屈臣啊？啊？哦，我的家人都好，谢谢你问到他们，还有谢谢你送我的新朋友，他真有用，他会削铅笔，他也会剪头发。哦，咦，我的头发。嘿嘿嘿嘿嘿嘿，还有他也会做亲缘卡。你对他做了什么啦？我给了他很多爱跟子，他是一个好朋友，但是我已经有一个更要好的朋友，你。Boo!